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工作，感谢你献上，你舍己，你顺服，你完成整个的任务。我们为着我们今天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主你自己，我们得以聚集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引导我们全体会众，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在整个的崇拜的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诗普天颂赞第62首。普天颂赞第62首，美哉主耶稣，我们唱1到3节。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58节，35到58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270页。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58节，56到58节，请我们待会齐声的来诵读。第35节，有人问，死人要怎么样的能够复活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形体呢？无知的人啊，你种在地里的种子，要不是死了，就不能够发芽生长。你们所种的是麦子，或是别的种子，都是一颗光光的籽粒，并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上帝照着自己的意思给种子一个形体，他使各样的种子
各有适当的形体，各种动物的肉体也都不相同，人有人体，兽有兽体，鸟有鸟体，鱼有鱼体，还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形体有一种美，地上的形体有另一种美，太阳有太阳的光辉，月亮有月亮的光辉，星星有星星的光辉，甚至这颗星和那颗星所发的光也都不一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身体埋葬后会朽坏，复活后是不朽坏的，被埋葬的是丑陋衰弱的，复活的是完美健壮的，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既然有血肉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因为圣经上说，头一个人亚当被造成为有生命的人，可是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先有的不是属灵的，是先有血肉的，然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亚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成的，第二个亚当是从天上来的。属尘土的人是像那由尘土造成的人，属天的人是像那从天上来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属尘土的人的形象，将来也会有那从天上来的人的形象。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血肉造成的身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们要注意这一件奥秘的事，我们并不是都要死，而是在一刹那、一眨眼间、最后的号角响的时候都要改变。最后的号角一响，死人要复活而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因为那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会死的必须变成不会死的。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死亡被消灭了，胜利已经达成了。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死亡的毒刺是从罪来的，而罪的权势是从法律来的。但是感谢上帝，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站稳，不可动摇，要不辞劳地为主工作，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徒然的。神的话语我们读到这里，这个时候让我们静默在神面前，我们来默想这一段的神的话语。主，我们感谢，感谢你的恩典领导，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的里面能够遇见你这位永恒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复活永恒的盼望，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都能够带着如此的盼望敬虔的度日，也教导我们，提醒我们随时的预备自己，等候主你的再来，迎接我们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的来敬拜。那在还没有报告之前呢，我们要特别欢迎啊新朋友。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华严堂崇拜的聚会的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的话，能不能请你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特别的欢迎各位。好，前面有两位，啊，三位、四位在我们当中，还没楼上楼下的。好，在广丰亭这边，我们总共有六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哈，我们为了他们来感谢，可以一起的同心的来敬拜。那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的唱《怀恩歌》，其恩典，我们彼此握手温暖。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请我们打开周报的第七页。周报的第七页，我们有两项事情要报告的。第一项是我们在第七页的最上方，我们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15号，我们在广丰亭后方的那个咖啡露台，我们要进行施工和整修，所以呢会有造成许多的不便，也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的在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有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提供给各位。所以呢，我们相关的资讯请各位参阅上面有几行特别的重要的资讯。另外呢，我们今天要特别的为着脊背的短宣队来祷告哈。那差派，那他们今天他们过两天他们就要出发到脊背那边去短宣。我们为着他们已经在那边有好几年的时间，跟那里的牧传道，也是我们所支持的传道哈。那在那边有一些的配合，一些的营会哈。那这个短宣队呢，是华严堂唯一的学生的短宣队，从高二一直到大专哈。那我们为着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学习操练，付出一个行动，我们来感谢。所以各位在夹页的里面呢，我们有那个绿色的丝带，如果各位愿意每一天的为着他们的这个短宣队，他们在那边每一天的服事来守望的话，请各位把这个绿色的丝带投入到奉献袋的里面，或者交到一楼的服务台哈，一楼的服务台，那我们会把它挂在我们的祷告网上面呢，为着他们天天为着他们来祷告。那也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在那边，但是他们并不孤单，因为有教会，全教会为着他们来守望啊，来守望。那好吧，我们请脊背短宣队的他们起立哈，他们起立，我们要一起的为着他们啊，他们今天穿着黄色的 T 恤哈，那我们要为着他们来祷告，求神让他们在整个的还在预备各方面的过程呢，也求主引导他们，有主的恩典，还有为着他们的天气哈，这几天的天气来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个合一的天气啊，天天在那里能够来服侍当地的小朋友哈。我们一起起立，请各位跟我一起的同心的来为着他们来祷告哈，来祷告。主，我们为着教会的学生的事工，我们来感谢，这是我们所看重的事工，我们为着他们长期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服事的操练，神话语的学习，我们来感谢主。如今主，他们要接受教会的差派，他们过两天就要到脊背去，我们求主赐下合一的天气，
也让他们往返都能够平安，也让他们在当地他们的配搭、他们的服饰，求主你大大的赐福，也透过他们所做的一切，让许多的小朋友、当地的他们都能够有很多的学习。主啊，保守保守我们华严堂的这一群的学生，让他们在这里所预备的，主啊，都能够用得上，也让他们在当地遇到一些的状况的时候呢，求主你也赐给他们智慧，引导他们能够完成这一次的阶段性的一个任务。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其他的报告请各位在崇拜结束之后呢，再参阅周报。这个时候让我们打开周报的第二页，周报的第二页我们要一起的来唱诗耶路撒冷我家，耶路撒冷我家，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接下来我们要接着奉献，我们来敬拜。那刚才新人刘明卡如果填好之后呢，也可以一起的投入到奉献袋的里面，谢谢。
感谢主在生活中赐下许多的恩典以及福气，我们手中的奉献求主你悦纳使用，也继续的保守正在千山万载正在短宣的过程，求主你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Thank you.
主，我们感谢，感谢你创造我们人类，感谢你按着你的形象造男造女。主啊，当我们看到我们有你的形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认真的祷告，主，让我们能够活出那生命的色彩，活出生命的色彩，荣耀主你的名。我们看到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反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野地的花一样，把最美的生命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更丰盛，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活出那生命的色彩，荣耀主你的名。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诗班为我们所献的诗歌多么的美好，我们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人到底算什么？你竟然如此的眷顾他。可是上帝，你的眷顾只在我人生的数十寒暑吗？在我困顿的时候，在我面临生命终结，面对我们的死亡的时候，你仍然眷顾吗？在我们死亡之后，你仍然眷顾我们吗？你会眷顾我们到永远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经历死亡，我们所经历的都是别人的死亡。在我们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死去的过程。我们活着，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经历不到我们本身的死。我们所经历的是看到，特别是我们亲爱的人，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眼前一点一滴的流逝，一直到最后他的气息没有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想到至亲的人离开的那一段时间，特别是如果是亲爱的人在疾病的折磨底下还活着的人，常常我们的记忆是非常的痛苦。现代的人因着医学进步的缘故，我们的寿命都变长了。很多人会说我不怕死，因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却看到别人死去的过程。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是很怕不好死，不怕死却怕不能够好死。我们现在的文化事实上常常去美化死亡，在美化死亡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敢面对死亡。在许许多多的告别式跟追思礼拜当中，我们甚至取消了瞻仰遗容这一道程序，就是使我们能够很严肃地面对一个生命的终结，跟他做最后的道别。我们连这个程序很多的时候也都被取消。那整个去世之后一直到告别式的过程，基本上现代的社会帮助我们不去参与，不去面对，交给专业的人。可是这种经历死去的过程却是每一个人常常是刻骨铭心的事情。
虽然我们个人的末日，我们在时间上面，我们生命气息真正的终结还没有来到，否则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但是有不少的人其实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已经经历到死亡的意义，就是绝望，就是盼望一点一滴的流逝的那个经历，盼望流逝了，一切都徒然了，我们不再有了那种永永远远失丧的那种锥心刺骨的痛，却是我们人生常常会有的经历。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刚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女儿还是学龄前的孩子，我们所住的那一间神学院的宿舍其实非常的好，可是他的那个床垫是总务童工去五星级的饭店，当他们把他们的设备更新的时候去采购来的。我们在美国第一年抵达的时候，在圣诞节之前，我们就得到一个礼物，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个礼物非常的精美，用一个布盒子装着，里头是圣诞节的时候圣诞树上的一个非常漂亮精美的玻璃的灯饰。我们想以后我们有孩子了，我们就让孩子来看一看这个在西方他们过圣诞节时候的一些个这些个习俗。我们回台湾，我们打开箱子看到了这一个布盒子，我们就把这个布盒子打开，把那个精美的玻璃灯饰拿给我们的女儿。我们女儿的名字叫做木心，可慕的心，德国人都说哦，这个好美的名字啊 ，Verlangen des Herz。我们就跟木心讲说，小朋友，这个是圣诞节以前在德国的时候，你看到欧帕欧玛家里头树上的其中一样很漂亮的东西，他一看他好喜欢，他说爸爸，我们会不会有圣诞树？我说不会。他就在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挂在电扇上面？小朋友总是有很多的想象力。我说不可以挂在电扇上，而且我提醒他，这个东西非常的脆弱，你要小心拿哦。他说好，他就在那边把玩。我离开他的房间，没有几分钟，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他就开始哭。我就走进去，我带着扫把进去，我说了一句，我要把他的尸体扫起来。他听到我这句话，他说爸爸，你把他粘起来。对小朋友而言，总认为父亲是全能的。我说这个没有办法粘起来，我要把他的尸体扫起来丢掉。然后他就开始大哭，越哭越厉害。他在哭的当中，我就听到他讲三个字，我没有。我想说他，我没有骂他，他为什么说我没有？然后他继续的在那边哭泣，非常凄厉的哭泣，好像用尽他全身力量哭泣的时候，我听到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我没有了，我没有了。我那时候了解，他正在经历死亡，他经历到他所珍爱的东西在他眼前消逝，他不再拥有它了，那个可能性已经完全终结了。他看到我在扫那个碎玻璃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绝望。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当年轻的名人他们自尽的时候，总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慨，好像参加一场宴席，生命好像一场丰盛的宴席，还在青春年华的岁月，才吃到一半都不到的时候，他突然起身说我不吃了。好像生命的主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好像我们把死亡的时间
把那个时辰提早了，或者说安乐死，现在更多说的是尊严死，自己来选择离开世界的时间。可是就是这样，即使是这样，更加肯定了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诠释，铺天盖地而来，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自杀只不过更加的肯定死亡的诠释，自杀是放弃盼望，因为在自杀之前已经经历死亡的意义，就是绝望。死亡是终结了一切吗？死亡摧毁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吗？死亡使得我们所珍爱的一切都徒然了吗？难道死亡所留给我们的就是折磨我们的记忆，以至于当我们回想我们亲爱的人他们离世前的那一段时间，我们不敢想，我们去想象当他们还健康的时候那些个美好的时光，那些个样子，只要一想到他们最后那个受尽折磨的岁月，我们就过不去。死亡夺去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一切，使我们所有的可能性跟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中断了吗？我们不再有盼望了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个盼望是死亡不能够夺走的？死亡，我们必须凝视死亡，我们必须沉思死亡。唯有当我们凝视死亡、沉思死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文化受到孔夫子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深远。孔子那句那么有名的话：“未知生，焉知死？”生命是这么的珍贵，生命是这么的丰盛，如果我连生命的奥秘都不了解，你让我去探索死亡，生命结束之后那个死亡的境界是怎么一回事，对他而言那是不切实际的。唯有好好的活着，活出人的天命，做一个君子，我才能够面对死亡，那才是有意义的。可是死亡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件事，死亡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被死亡围绕着，如果我们不了解死亡，事实上我们不会了解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要这么说：未知死，焉知生。当我们询问死亡，当我们凝视死亡，当我们正视死亡的事实，探索它的意义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珍重生命，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盼望。凝视死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任由我们一直挥霍下去。我们的生命气息到底是由谁赏赐？我们出生没有人跟我们商量过，可是我们的死期我们真的能够掌握吗？我们生与死的主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吗？凝视死亡不会使我们转移对今生的注意，凝视死亡使我们不再对生命心不在焉，凝视死亡促使我们全神贯注，促使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生命现今到底我们要掌握什么。死亡虽然看起来不是急迫的，在我们当中，坐在我们当中的，我相信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还有一段路。如果我们是垂死的人，今天大概不会坐在这里，看起来离我们不是那么近，不是最急迫。可是死亡却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再麻木不仁，不能够再逃避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出生率各国不同，
经济成长率各国不同，可是死亡率都一样，100%。这是所有人终将经历的，我们生命当中最重大的事件，死亡的奥秘。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怎么继续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如果死亡使得我们的盼望终结，如果死亡是结局，一切结束，不再有了，我们的盼望全部落空了，我们的意义，我们所珍惜的都被摧毁了，那么我们今生今世，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奋斗，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或者死亡是一个新的开端，跨过死亡这个门槛，我们还有死亡不能够夺去的盼望。这是哥林多人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使徒保罗在15章提醒他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都是徒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徒然的，我们就比今世的人更加的可悲。如果我们的盼望跟世人一样，只有在今生今世，那么我们就比他们更加的可悲。这些人在问，怎么会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死人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身体不是已经腐朽在尘土里头了吗？因为他们背后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对希腊哲学而言，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灵魂是不朽的，甚至灵魂在我们穿上这个肉身之前，灵魂就存在，存在在上帝那里，存在在一个观念的世界。灵魂进到这个肉身，这个肉身像监狱一样。所以在这种观念底下，事实上认为只有灵魂不朽，身体可以抛弃，这样的人事实上到最后其实会欢迎死亡，因为死亡变成人解脱进到回到那个观念世界的一个门槛。使徒保罗说，这是无知啊，哥林多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无知的人啊，难道你不了解上帝的大能吗？你看一看上帝所创造的植物、动物，这个宇宙的星体，你看看上帝创造的大能，看看一个谷物的种子，一个最小的种子，毫不起眼，那么的粗糙，可是你把它种下去，不死就不能生，你以为它灭亡了，你以为它死了，不，它变成另外一个样貌，它丰盛到一个地步，你全然的不认识它。这里头牵涉到一个问题，对很多的人，如果复活是今世腐朽生命的延续，如果我们再活一次，是活着跟我们现在的存在一样的性质，那么很可能对许许多多的人不愿意这个噩梦再来一次，特别是那些个生出来就重度残疾，不管是在身体上，在智能上，或者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环境，是一个受虐的儿童，或者在成长的岁月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人际关系的破碎，或者受到疾病常年的折磨，生命对他们而言，如果这样的生命再来一次，其实那如同是一个咒诅。复活的生命是这样子吗？是再回来重过一次，那只不过是死尸复苏。使徒保罗说，那不是复活耶，复活是改变，复活是一个改变，而在这个改变里头，它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生命，就如同种子它种下去，它有一个生命的大能，它改变了它的形体，可是
它跟原来的种子之间有一个延续性。换言之，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动物界、植物界、宇宙的星体作为一个例子，他要来讲说，上帝创造的大能在他的受造的世界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受造世界的丰美、荣耀。而创造事实上是肯定，而复活事实上是肯定了上帝的创造，肯定了我们今世的价值，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不是一个灵魂跟身体二元对立，灵魂比较高尚，身体比较低下。灵魂是善的，肉体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是我们要克胜的，是我们要丢弃的。就好像老子说，吾之大患在吾有身，我最大的祸患是我有这个身体，身体好像一个臭皮囊，好不容易我们透过死亡把它丢掉了。使徒保罗说，不，其实不是这样，复活它是基于我们今生今世，我们这个个体是我们这个人，如同一个种子，它种下去在死的时候看起来是软弱的，是丑陋的，是朽坏的，可是它复活的时候它是美好的，它是刚强的，它是荣耀的。死的时候的确是一个血肉之躯，可是复活的时候它是一个灵性的身体，这当中有一个延续性，这不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复活在基督耶稣里，信徒的复活，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复活之后其实有一个延续性，它不是另外一个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复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可以认出彼此，认出对方，我们也带着今世，我们透过这个身体，在圣经里头讲到的是我们的身体灵魂，身体是看得见的这部分，灵魂是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很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是透过身体在这个世上来跟别人交往，我们是透过有这个身体的一个完整的、独特而完整的一个存在，我们这个生命在复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特定而完整的人。这当中有延续性，绝不会到复活之后彼此不认识，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个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完完全全已经忘记今生今世的一切的时候，那个当中等于另外一个存在。所以复活它具有延续性，它反对了灵魂跟身体的二元对立，它也反对了肉体是邪恶的，它也反对了那时候所流行的好像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就是人死亡的时候丧失了我们自己的本体，好像一滴水回归到海洋，它完完全全消融。不，复活并不是我们这个个体，这个独特而完整特定的这个我消融在上帝里头，不再有我。不，那不是复活。复活有它的延续性，复活肯定了我们今生今世的存在，肯定了上帝的创造。因为保罗要我们看，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复活不是一个没有身体的漂泊的灵魂，不，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让门徒还认出是他来，不过他的身体已经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种的非延续性，有一种的中断。这个中断让我们看到复活是灵性的身体，它性质是不一样的，今世状态的中断。复活是一个改变，复活绝对不是原状的恢复，复活并不是在讲灵魂不朽，而是
我们穿上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本于今生今世，我们穿上一个荣耀无比的，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可以去看耶稣复活之后那40天，也许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想，以后我们复活灵性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它是物质的，它又是超物质的，它可以吃饭，它可以不吃饭，它可以穿过门直接进去，但是它还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个体。主耶稣说，我不是鬼啊，我不是魂啊，魂无骨无肉，我是有骨有肉的，我的钉痕，我肋旁的伤都还在我身上，你们来摸，你们来看。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想象复活之后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可是因为主耶稣在那40天他在地上，他还没有升天，所以升天之后到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他的那个荣耀的灵性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是一个奥秘，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复活是改变，它有它的延续性，它有它的非延续性。在这个非延续性当中，是一个极大的圣灵生命的大能。到底我们是在老亚当里头，还是在新亚当里头？首先的亚当，他就是一个存活的人，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可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是使人活的灵。到底人类我们在哪一个亚当里头？使徒保罗说，我们信徒，我们的死亡好像那个种子种下去，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可是我们复活的灵性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我们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有这个属血气的身体，可是我们将来也必定会有一个属灵的身体，而这个属灵的身体不会在今生今世我们就能够穿上，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改变。这个盼望什么时候实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使徒保罗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是我们不是都要死亡，而是我们都要改变。会有一群蒙福的圣徒，会有一群蒙福的耶稣基督的圣徒，他们不用经过死亡。我们不是都要死亡，可是我们都要改变。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当神国降临的时候，在主里头死的人他们会复活。就在那刹那之间，一转眼之间，非常短的那个时间，在主里头死的圣徒他们要复活，而我们也都要改变。在那个时候，死就被吞灭了。使徒保罗就说，这是复活的性质，它是一个改变，它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可是有一天，不管我们是活着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经过死亡，可是那个圣灵的大能，那个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进到一个不再朽坏，绝对不是死尸复苏，不是回到原来存在的状态，而是进到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不再腐朽，不再被罪恶摧残，永不衰残的一个荣耀的形体。那是上帝的应许，人类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进到了这一个不再受死亡辖制的境界，其他的都是死尸复苏，因为他们又再死了。他们死尸复苏只不过是灵魂回到身体，气息又回来，过的是一样跟以前一样的性质的生命。可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出熟的果子，那是上帝所赏赐我们的盼望。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
我们都会改变。这是复活的盼望，这是使徒保罗提醒哥林多人要带着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唱凯歌。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已经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是属天的人，有一天我们必定要像他。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像他，不是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而已，而是现在我们就要像他。这是保罗在后面所讲到的复活的意义，就是死亡不单单被征服，死亡不单单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被征服，死亡有一天会被彻底的毁灭。死亡在现在看起来好像吞噬生命，可是有一天死亡是被复活的生命所吞噬，有一天死亡被毁灭了，死亡被复活的生命吞噬了。死亡是人类最大也是最后的敌人，在神的国度里头没有死亡这回事了，没有死亡吞噬上帝所创造生命这回事了，死亡灭亡了。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可是不单单只是等到末后，而是现今我们就要经历复活得胜的生命。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劝勉哥林多信徒，也是譬如他在腓立比书那个地方他所讲到的，让我效法他的死，让我晓得，让我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因为这个复活盼望的凯歌不是到最末了的时候才演奏的，就是这个时候保罗这个地方他所用的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在主里头去世的人他们的死亡的性质跟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头人的死亡的性质是不同的。死亡它是罪恶之后上帝审判刑罚的一个结果，死亡是一个属灵的悲剧，死亡变成人的命定。这个命定我们习惯到一个地步，认为死亡是如同春夏秋冬，如同花开花谢那么的自然而然。可是事实上死亡它的性质是人的悲剧，那是一个属灵的悲剧。死亡是人跟上帝隔绝，死亡是人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即使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是活着的死人，我们是灵性死亡的人。当有一天我们这个生命气息终结的时候，死亡是上帝对所有不在基督耶稣获得救恩没有经历那个复活大能的人一个公平的审判，那是罪的后果。可是对信徒而言性质不一样，它不再是刑罚，它不再是一个悲剧，它不再是那个超自然的属灵的悲剧。死亡变成是把我们带进荣耀的那一扇门，圣徒在主里头是睡觉，它不是终结。真正的生命是活在神面前，一直跟神有关系，连死亡都不会断绝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信徒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刹那，上帝的眷顾上帝的慈爱都没有断绝，死亡不能够夺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死亡也不能够再摧毁信徒在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这是使徒保罗要哥林多人正式复活，唯有正式复活，唯有有复活的盼望，才能够正式今生今世我们怎么活。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前面，使徒保罗就在说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里头一个非常出名的伊比鸠卢派，
他们是纵欲主义，对他们而言，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我们就赶快用尽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机会，欢乐纵欲。使徒保罗说，不，你们不要这么傻，滥交是败坏善行，要远离罪恶。使徒保罗对他而言，现在就奏复活盼望的凯歌，他就是直接面对罪恶以及死亡。所以他讲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像蛇蝎那样的刺，你刺进去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就会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你胜利的权势在哪里？你的得胜在什么地方？你已经被拔掉了你的牙齿。对信徒而言，死亡已经失去了他，我刚刚讲的那个刑罚的意义，他的牙齿已经被拔掉。你在哪里得胜呢？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因为你的权势在于我们的罪，罪一定有他的公价，罪的账单我们一定要付，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一切的账单都替我们付了。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就是罪最可怕的地方。罪透过上帝所赏赐给人的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的圣洁的律法，罪透过律法杀死了我们。我们遵行律法也不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所以罪、死亡、律法，使徒保罗直接的面对这三个人类的大敌人，他演奏一个凯歌，我现在就得胜了，我现在就得胜了。死亡，你虽然可以限制我们今生今世我们的机会，你虽然可以摧毁我们的梦想，大概我们所有的人在今生今世，我们所有的梦想，我们所有的理想，我们所有向往的美好的一切，大概很难全部圆满终结。死亡，你虽然可以限制我的生命，可是死亡，你不再能够定义我的生命。死亡，你没有，你绝对没有那个权柄跟能力来定义我们的生命。死亡，你不能够对我的生存说最后一句话，能够定义我们生命的只有那一位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那位创造天地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宰，那位赏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舍了，把我们从罪恶跟死亡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又赏赐给我们现今就能够经历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是上帝伟大的救恩，使得我们可以在罪跟死面前唱凯歌。死亡不能够对我的生命说最后定夺的话，你可以限制我，你可以缩短我，可是你不能够定义我，你没有那个权柄。死亡对信徒而言只不过是告别流浪回归故土，死亡变成是我们回家的一个庆典。因为在死亡的这扇门一推过去之后，我们是回家，我们走进了荣耀的大光里头，而那个荣耀的大光现在就在我们里头，已经照耀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死亡的性质对我们而言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个荣耀复活的盼望，因为上帝眷顾我们，不是只有数十寒暑，而是直到永远。死亡使得我们告别今世的流浪，回归我们真正的家乡。死亡是回家，死亡使得我们亲睹上帝的容颜，就如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那个地方讲的，腓立比书那个地方讲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我活着对我有益处，我死了是一个赢得，绝对不是丧失。死亡使得我
长久渴望的，我终于能够亲睹他的容颜，我亲眼见他，我跟他在一起，永远的不分离。死亡不能够摧毁我对生命的热爱。当我们正视死亡，当我们看到罪恶的权势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要远远的离开罪，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它极其宝贵，以至于我们现在就投注我们的精力在上帝所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抓住那个最重要的，抓住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使徒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固，要站稳，不要动摇，要有非常非常清楚的盼望，要知道我们今生今世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即使遭遇患难，像他前面讲的，我是天天冒死，可是那个天天冒死以及受到各样的苦难，包括哥林多信徒对他的攻击，这一切不会让使徒保罗的记忆充满了受伤，他不断地被医治，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他在今生今世就已经经历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当我们与上帝同在一起，当神的国降临，当今世过去，永世展开，我们今生今世一切的那一些我们不能够完成的梦想，我们觉得是残缺不是圆满的，那些个曾经折磨过我们的记忆，我们都已经在今生今世，我们靠着主的爱，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都已经胜过，以至于我们是有连续的，我们还是我们这个个体，可是当我们回想回顾在今生今世所走过的一切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憾，我们不单单无愧，我们还可以无憾。如果我们听从使徒保罗的劝勉，要竭力，要坚固，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这一切在主里头的劳苦绝不会徒然，以至于那一些个记忆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它不能够再伤害我们，它好像水流一下子过去，我们不会忘记，可是我们不会纪念。换言之，我们今生今世那些个世人觉得非常折磨我们存在的那一切，在我们现在活着时候意义全部改变。这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饶恕，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胜过，很多时候我们要直接面对我们在今生今世这个会朽坏的肉身当中，我们还会在罪恶的漩涡里头，我们有许许多多在今生今世要做的。今生今世是一个美好的机会，不是我们要逃避的，而是我们要紧紧抓住，跟随着上帝，在主里头竭力多做主工。使徒保罗已经要结束他的信息，因为十六章他在讲到捐书的事情，在讲到辞会的事情，他用盼望来终结他对哥林多人的这一个信息。在13章，我们上个月在讲的时候，讲到爱是最高超的。可是只要我们还活在今生今世一天，我们都需要这个复活的盼望，让这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今生今世的道路上面，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唱他的凯歌。所以基督徒是一群无可救药乐观的人，因为连死亡都不能够威胁我们，我们连死亡都胜过了别人所惧怕的苦难。基督徒不是不会怕，而是我们知道他没有资格来定义我，他没有资格，尤其是死亡是人类最大最后的敌人，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他没有资格定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上帝所定义的，而我的生命已经被他定义，我是他的爱子，在基督耶稣里头他已经接纳我，我要把这个盼望坚定不移的紧紧的抓着，在世上竭力多做主的工。阿们。请我们打开周报第3页，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应许之歌》。
我们唱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三节请我们起立来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我们默祷散会。